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到芙蓉吃香喝辣。吃什么？当然是吃芙蓉人介绍的好滋味啦。它香味呢，是可能是因为它里面呢、就是有放了大量的肉碎，又甜又酸，很浓的那个蔬菜味，好香哦。可以吃到里头海鲜的味道，还可以吃到它的那个板面。当我们这样搅拌过后啊，它整个肉气都已经在里面了。这个星期天傍晚6:30，和我们一起喝酒。